蝴蝶飞了没有？飞没飞。这是蝴蝶，你看，哎，跑了。你不要惊动它。这蝴蝶很小。蝴蝶去找花了。哎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哎，这个，那个，从。追着你跑。看见干嘛嘞？哎，谁揍啊？挨揍了？打个兵走了。脏垃圾。出来吧，玩了回不去了。玩的像车贼一样。那小朋友吧，你这玩小朋友。嗯。啥子错用人家，这就玩意。那别玩儿走的呀。我下去。我下去。我回家吧，好的。不回家。别动，上面有衣服。别别动。你不玩那个，兄弟。你不玩那个了。我整话。嗯。我这么短。嗯，别人的衣服水壶在这儿，不能乱动。啊，我整半款。嗯。我整半款。我整半款。这不能滑，这个滑不动。哎哎哎哎，走，去玩那个。嗯，不玩这个。别人的东西在这放着，你不能乱动。走了，走了。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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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挨揍了啊，不出来就要挨揍，屁股要就要屁股要痛。嗯，哈哈，萝卜刀。嗯，怎么他也有萝卜刀？我没有萝卜刀。姐姐有萝卜刀。姐姐有萝卜刀。姐姐有，你回家玩姐姐的吧。啊，我们车库有一只小猫咪。谁给你抓的？我不抓了。你来玩，你来玩。玩具耶！哪里玩具啊？玩具耶！你来玩吧。哦，那是他的。直接打死五连电。
嗯，啥东西啊？小老虎。嗯，你尿尿吧。拉厕所。我不倒。你不倒？我不倒。倒啥？萝卜刀。回家找姐姐吧，姐姐有萝卜刀，好吧？我不听萝卜刀。这姐姐的姐姐萝卜刀，你可以玩啊。啊，走吧，回家看看。啊，回家看看。奶奶，哎，奶奶呢？跟奶奶，跟奶奶打个电话。嗯，跑在那屋里干嘛？拿过来。